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下午1点钟了，领着秀丽到这个鹿直镇上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刚刚给他买了一杯热奶茶，他就炸了点串儿。路过一个这个卤店啊，看到这个丫头走不动了。快，拿一个不辣的。没有不辣。都是辣的吗？微辣跟甜辣。嗯，好了，啥买错了？衢州丫头在这儿啊，换换口味啊。啊，行程码健康码。现在这个景区是开放的啊，需要出示这个双码就可以了。看啊，很多人都出来玩，在这边休闲，鹿直的标志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家都在那儿照相，你照个不？不照，不上相。不上相，可都吃上了。啊？你趁着吃，你看我吃了。送我回家吧，送你回家，你自己跑回去吧。我都先走了，走操作回去了。不是，你吃的自己不眨眼了，一个人吃。啊？不眨眼。这是在捞垃圾。坐了，坐这吃呗。奶茶咋样喝的？味儿正吗？嗯。走几步路就累了啊，发喘了，要多锻炼。减肥。Thank you.
some kind of butterfly. Baby, you give me midnight. You whip up my appetite.